现在是球队的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太直接了吧！讲得好随意哦。General Manager， 总经理，总经理。General Manager， 你那场不是来打架，然后你不出来。华信，想说他们会看到台上人出来有没有？对啊，我想跟你冲第一位啊！你是因为你痛风没办法站起来，就是那时候脚没有，现在脚真的会突然站起来，真的没办法。而且拜托，冲出去那边年轻力壮的也是被他们打而已啊！我们那个助理教练那个傻瓜冲出去，一直被人家扁。你就是坐着在那边很安静看他们打架吗？而且在对角线呢，你冲出去干嘛？太累了，因为太累了，站起来要冲出去真的好累。你连心态都边缘了耶。